这里啦，好不好？看这里啦，我们在那房屋里啊，好不好？哦，如果要买的话，我想再买啦，哎。烟只在这个地方啊。好，这个身高要注意一下哦。这个车站不是说不能把这个房屋往上提升哦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古迹了。如果说你这要钉一个钉子，都要跟台东县文化局报备，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古迹的一个车站。那么海线呢，有五个。快过去那边。太高了，我们这个建筑没有办法往下掉。那个，就是车站的路段打灯，司机之间的一个默契。
那么大的电站之后呢，因为噪音的一个问题点，所以说呢，现在火车要开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看车站的一个亮亮台，你也不知道哪一边要开。所以说有车都不知道，就随着情况，跟我们的车商还会把一些东西给看到的。就好比说刚刚，哎，那个小朋友在讲的，我不知道给他哈，他就讲说，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来做这个车？他说这边的讲。Thank you.
中部的马尼来到这边，他们在把它撞开，再把它用输送带呢，再把它给撞到我们的这个货车上面，再让我们的火车呢把它拉到出口方向。所以说你待会呢，把我们车子移出去的方向呢就直接看。
站起来，它都是在管套式的啊。所以说你，有时候你经过火车站的时候，会看到副站长他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头比较多？你要去打呀？哦，他打招呼就是说我这个辖区里面是安全的。哦，已经出来了，哎，出来打招呼了。看嘛，他早一点出来打招呼就好了，我们就不用刹车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他们要算时间啊。你说真的，所以说你们在车站里面看到说，班长，我车站拿那个物资，不管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讲的哈，实际上我们的